就是删掉资料库的话，就是滑鼠右键，然后删除，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一个，有标，它有反蓝色就可以了，嗯，按确定。对，然后就直接确定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 selection name 资料库就会被删除掉。它现在在进行中。